为了感谢选民的支持，今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以及顺利连任的婚姻馆长周立生，是来到婚姻馆农会召开感恩大会。朱立伦表示，这届地方选举的结果是大家努力的成果，但是也未应因此感觉骄傲。希望未来大家会当团结为婚姻打拼。国民党加油！众人看到考核现场的气氛是相当的热烈。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，国民党所提名的县长候选人周立生是顺利连任。为此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以及顺利连任的婚姻馆长周立生，是来到婚姻馆东会来召开中国国民党干部大会。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朱立伦主席哈，他巡回哈所有的全国各地，到每一个县市来办感恩茶会哦，来感谢我们所有党内的先进前辈。大家团结一致啊，将我们所有的候选人哦、啊，能够推荐给所有的乡亲哦、啊。那这次我也特别感谢我们云林的乡亲哦、啊，给我很多的支持跟鼓励，那也哈、给我很多的期许哈、啊。那未来我会继续的前进哦、啊，能够把云林县哈、啊、现在已经擘画的一些政策继续的延续推进哈、啊，继续的推动了哈、啊。那当然还有一些相对的哈、啊。提出的愿景计划，我也希望能够相对的哈，赶快尽速来落实。所以我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云林县207,519票的乡亲呢，能够给我机会，让我更加的哈有这样的信心，继续的来持续的来执政哈。那也相信我们云林县政府所有团队这段时间的努力哦，那我们擘画的未来，我们一定会加速前进来完成所有实现的这些政策。那也感谢乡亲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哈，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。同时针对民进党已经所提出的白鹅条款，朱立伦也特别强调，国民党在推出党内政治人才是有更加优秀和更加严格规范。我再一次强调啊，国民党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都是坚持实实在在、清清白白。我们这个白鹅条款沿用多年，比民进党严格非常多，而且我相信国民党的做法都已经大家看在眼内。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，我们有我们的立场，我们一定会贯彻到底。九合一大选虽然结束，不过选举以后的风波以及各政治人物的动态，也是各界关注的议题。记者陈佩莹采访报道。